我们今天来图书馆，然后很久没有来台南文化中心的图书馆，是因为我们后来都跑去裕文图书馆借书。然后去裕文图书馆借书的时候，他就通知我说我的借书证掉在文化中心这边，我今天就特地来拿，顺便来这里借。然后这位摇来摇去的人，从幼稚园摇到现在。你刚好像不是吧，在那边啦，第二格啦。他已经看完了，然后他现在拿去还。然后来看一下今天，这边其实非常的干净哦，我要称赞这边文化中心的这个借书环境非常的干净宽敞。然后这个时间比较没有人，是因为中午的这个时间很多人在休息的，那里面有洗手间。啊，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在这边借书、借书还书，或是在这边看那个免费的 DVD 都可以。这边要借，有空的家长可以多陪小朋友来看书咯。